娱乐圈的新二代可是不少的，他们一出生就带着光环，但是有很多人没有明星父母的光环就拜师学艺，但有一位新二代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光芒万丈，绝对称得上是新二代中独一无二的存在，这个人就是谢霆锋，谢贤和迪波拉的儿子。谢霆锋出生的那一天，就有50多名记者登门采访。出生一周之后，谢霆锋就登上了某杂志封面，绝对是天生注定的明星。父亲谢贤是香港娱乐圈的元老，有名的帅哥，母亲迪波拉是第一届港姐冠军。谢霆锋的颜值从小就不容置疑，2岁的时候就开始跟着父母上电视做节目，13岁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粉丝，还是自己的同学。爱好音乐的谢霆锋获得让人羡慕的资源，跟随最好的老师参与最好的节目，获得很多大佬的扶持。1996年，16岁的谢霆锋正式出道，签约英皇娱乐。签约的这一天，很多大腕捧场，娱乐圈中的大哥成龙更是亲自现身替他站台。可以说，谢霆锋从小到大都是焦点人物，堪称娱乐圈最牛的新二代。